算治疗。那索拉卡就是沉默算半控制，因为它不是直接性的控制，除非你站在上面站太久被定住，然后治疗，然后一个半控制的缓速伤害技 Q， 然后治疗两招治疗，所以它不能算保，因为治疗的保护效果你在平局或弱势局以后特别没用，像对面杰洛16等冲过来要杀我，你觉得索拉卡有什么用吗？没有。可是如果对面是杰16等，我们家索拉卡13等，换成珍娜13等，说不定他可以保住我。我们换成露露13等，说不定他可以保住我。对吧、啊、就这个差异性就出来了。可是当然索拉卡在定位上面是有一些特殊的要点在、啊、也就是对面没有什么刺客角的话，索拉卡很强。像这一场对面就没有刺客角。你要严格讲起来，像人马这种算途径角，它不能算刺客。刺客我们通常定义是可以在瞬间爆发出大量伤害，甚至是可以直接秒杀对方的。像戴安娜就算刺客角，像杰就算刺客角，像菲斯就可以算是 AP 的菲斯算刺客角 ，AD 就不算了。AD 也算啊，可是他时间稍微长了一点。是。对啊，这一版本的充脸，这一版本其实我在这个礼拜我会丢那个春季 LMS 春季季后赛赛事分析，对，然后我会提到这个版本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选择，对，所以你们到时候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，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嗯，对啊，是说我觉得这版本比较好玩，比较像会战。因为刺客角被那福一轮我觉得很爽。我觉得刺客角本来就不应该太强势在这个游戏当中，因为你会破坏很多玩家的体验，对，你会破坏掉很像爆啦，哇塞，我站他妈几巴前面啊，好啦，怎么会走到那边啊？哎，超级烂的开局啊！你的 jungle 真是带风向啊，不 support 啊，带风向哎、欸，怎么会走到这边去啊？开场超爆啊！我们 Level One 超烂，对方 Level One 超强，雷欧娜、拉克斯、库奇、人马，赶着雷克萨201开局是要打个屁啊！没被 Ghost 吧？刚刚人就在这里面啊，是雷那个、啊、索拉卡在你太前面了，就你不能这样 check 啊。站在前面，哎，没有，这炮是他妈突然给我转，超白烂的，干，没瞄到。他们 AD 想回波，刚 AD 有三个助攻，想推一波就直接走。
没技能啊，打不赢。那多补了一个多兰剑。嗯，多补一个多兰剑，我没技能。鬼啊，见鬼啊！我敢连索拉卡被勾到都会死。想办法把兵线拉回来。雷欧娜点燃应该四分钟，快好了吧 ？Killing spree。赶走会死啊！还好，还好他妈的库奇没有直接飞上来。打不大赢啊，应该可以试试。那我也在，刚刚就在想治愈应该好了，我治愈都转好，他没道理没转好。掉了蛮多兵，包括自己掉的，还有这波 gank 掉的，不过有逼到一个治愈还行。雷克萨各种力武哎，哦，觉得他可以回，那我应该这些兵都吃得到，吃不到再口转过来就好了。只是他在这边回好像被看到了。他妈的！为什么你要在那边毁啊？我想这波回，虽然没有 BF， 这波我跑车比较好，赌雷欧娜跑线啊，他跑线的话对我们来讲比较好，他应该会去跑，跑了我们才活下来啊。好，你继续控，送你控。装备被改的位置超奇怪，分类。给他控啊，没办法，62、49，至少补来一座 BF， 不是一座 BF， 一把 BF， 你还可以。你还可以洗他一波兵，然后让他掉一波。对啊，我现在过来应该可以让他掉一波。他想回，然后雷欧娜在里面。
给他回没差，反正本来也就不能做什么。赶快把这雷欧娜过去了。还带了一个炮手走。哦，这个就可以，应该死了。在行波，估计应该快到了。感觉估计有去想要支援。77、71，这样都没差太多。哦，好像不大妙，靠拉卡了。啊，拉卡奥，拉卡奥头破血流了。一个人好像把所有经验都吃了。好，回来了，六分。啊！我的跑车。瞄在里面，对方交闪，江左交闪，还好，因为他选那只，你被雷欧娜这样 gank 反而就逼死了，不意外。那就是想办法 hold 住，然后打会战就好了。哇！我治愈没按，我一个87呀、啊！哎，哦，蛮快赢，再一个 Q， 弹一下塔，一个 Q 啊！88、106，宝拉，他好像三项了。哎、欸，他还没三枪啊！太爽了吧！谢谢订阅，是什么 ？Terrace Blue， 感谢。好热哦，怎么又热了？我这房间真的是大暖炉哎、欸，正对太阳。
暴击，死！感觉还行，虽然我治愈好像没帮索拉卡压到。哎，又打回来，又打回来，转翻。这是干爹吗？萌？怎么没空打字啊？噔噔噔噔！6-13，我有一个头，对面的 AD 有两个头 ，Jungle 有五个头，而且已经有好战者啦。操嘞！妈的！我只要进入这个侧面，被他女武神上来，我真的是脑浆都要喷出来了。有眼了，对方第几个？第一条而已哦。哎呦，还血。应该要回了吧？那个姜，那个是花儿。当时，刚刚有阿痴，太棒了，他就不会丢我。爆了！哎，真是爆了！哇、感觉好像没有很对。Ace。妈，真是超级无敌痛哎、欸！
太扯了吧，这个角不是啊，他太肥了齁、哦、一个人打三个欸，太智障了，他太肥了，买了一个忍者族具我可能就换不赢他。抓不死吧，哎、欸、干，不带这样玩的啊，感觉是塔不能点啊，就塔点等一下 TP 过来我就没有爆了，配这个 jungle 我们要死在这边，干他还出全物防，超级巴的，因为戴安娜不会打他，是一个红 buff 要头破血流了，希望拉克斯不要 P 我，掉啊！林北又练财啦！感谢董内、欸，我看不到你留言。妈的，直接硬坦嘞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们全部人去追一个人嘛？我们要一次喷两塔啦！喷两塔啦！全部人去追一个人嘛？有点霸气呀，卡中了，对吧，没什么机会，对面又不犯二，你需要犯二，对面要犯二，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，没打之所以看不到66666666，玩的不错，哎，下路跟肉，他们要应该是要 B 中了，好，下路有人肉头，
应该逼上。皮啦。最后会认真他妈溜，要小心扒了。我等小兵过来我们家前面，我才能去吃啊，不然的话我支援不到。走太远，那小心八龙。是说他们 AP 伤害没有很高，所以吃八龙没很快。那就怕人马加后期吃太快了。中路大姐丢了，没养好就宰好。感觉西门不应该冲进去，打前排就好了。可是我们打前排也会输，就是，因为刚刚就是应该说，我们刚刚那个会战会赢，是因为我们先五打四，可是这是一个五打五会战就不会赢了。就是我们五打五不能打了，爆了，直接被零换五。前排没一个打得动的，在我一出来之前，偷着吧。对啊，那他刚刚被破惊人，他其实也没闪现了，所以他应该是死定了，他才想要上去换。主要是我们那个会战不能打就是了。为什么他知道？他有技能吗？耳语，上海话没舞了。下路还好，干！现在他们这个优势，我他妈有在丢大绝，死！
干他，嗯，还有 Q。这边都超危险的，怕雷克他会直接过来单打，把该踩的踩掉。下路推的，只是我这波没闪现，可能要再拖一下，而且我们现在还是一样五打四打不大赢。五打五打不大赢。因为我们刚刚赢是有塔，然后猪女开得很好，猪女跟潘森，猪女吃了全部的伤害，上来再待一点。在下，上路带进来，真是没事做哎、欸！现在就是弄了。他不敢吃那个超危险。小龙掉，四龙还好。三三五五，还一分钟。他带，带血。走过去应该会有事，让他推。他会怕，他会怕就表示附近没人。我以为他 AD 在他旁边之类的。这边开了两。感觉潘森跳到后面，为什么没有开啊？
我要不能懂的是这个，是因为四龙吗？不是才四龙而已吗？想说，包啦，你这样死，这样死八龙不用掉了。我把 AD 拉走。对，我打不赢他，我打不赢他，没虚弱的情况下我打不赢他，他装备太好了。我这就不错了，怎么还过去啊？还是三相嗜血 IE 耶，你怎么觉得打得赢呢？怎么看就是打不赢的东西，我被他点到两下我就死了。哪一口啊，大大？哦，被什么东西砸到啊？酷奇啊！不好啦，狙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伤害，一二二四，我血才1800，哈哈，该太瞎了吧？这伤害出什么？刚才的这样，我刚好身上有一个那个被动。